好的，就是很可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不难为你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唱下去。刚刚我们是用说的来说中国童谣，接下来我们得用唱的。哎呀，怎么全是动物啊？刚刚是说了老鼠，然后又说了小熊，接下来我们是老虎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老虎知不知道？我认识老虎。啊？什么？女人是老虎。啊！这么说，我们现场有好多只老虎。我觉得你是老虎。啊！嗷！嗷！一起唱，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好，接下来两只老虎的难度加大，说到点到谁，谁就要接着唱。我们来开一个头，好不好？我们两只老虎，小老虎来开个头。好，我们。预备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还跟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开始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继续，真心怀，真心怀，东海街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走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怪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还真的难不倒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刚是按顺序来的，我们不按顺序来，除韩庚和周密不能唱，就让他们四个唱，好不好？来，韩庚起头吧，这样比较公正。我起头啊。你起个头，然后我点到谁，谁就接下来唱，好不好？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怪，真奇怪。开始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继续。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许愿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。尾巴真奇怪，真奇怪，谢谢。啊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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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做老虎还真的不容易，要跑那么多次，而且还是一只没有眼睛、一只没有尾巴的老虎。不过呢，我们通过刚刚的歌声也见证了啊，咱们这个 Super Junior M 的这个中文啊水平是越来越高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既然是中文水平是越来越高，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加大难度，就是听我们的中文歌曲啊，来戴耳机听，请他们这。四位来听歌曲，请我们的歌迷朋友来猜歌名。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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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听火气，做人要大气。大明共分享，方便实惠，还是平章的。何其正，大明大明大明。何其正。看病人跟过节送礼不一样，可得讲究。有的要愈合伤口，有的要补充营养，出源专为病人设计，高营养易吸收，看病人送出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师傅真正。哎，我好周星呢。希望是我的天赋，最好的舞台展现给大家。明星面对面，精彩从我们开始。的环节，那接下来是有请我们这四位哈，我们的李旭、李旭、我们的 Harry，
东海，还有我们的水源，来用耳麦听中文歌曲，然后哼出旋律，让大家歌迷来猜是什么歌，好不好？歌迷要听仔细喽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 Harry 戴上耳机，将是什么歌曲啊？仔细听了，立旭在旁边偷听，可以，你可以帮助他一起唱，可以一起唱哦。哎 ，Harry， 别听音乐啊，唱的。没声音吗？戴花儿，面带伤。对对，好，告诉我们刚刚他们唱的是什么歌？中国话。中国话。 Harry， 你还记得刚刚的旋律吗？再哼一点点。花儿。中国话。来，说到我们中国话哈， Harry， 我们即兴小肉口令，很简单的，宝宝不要表哥抱，宝宝不要表哥抱，就是一句话。宝宝不要表哥抱，一句话。宝宝不要表哥抱。表哥抱。宝宝不要表哥抱。 OK， 很棒，不错哦。好，那么刚刚是不是中国话？我们来听听，听听。扁担花，板凳床，扁担上绑在板凳床。扁担花，板凳床，扁担上绑在板凳床。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。 OK，话，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Super Junior M 也是在认真的学习中国话，在中国也待了一段时间了。接下来我们有请东海。好，我就共讲我。花儿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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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，始源，始源哈，大家安静点哈。始源这首歌可有难度了，不是一般人能听懂的。对，你们要能听出来，算你们厉害。啊，你们也加油。安静，然后为他们为他加油，加油，先加油。啊？好。谢谢。好，一起来听。好像是夜半歌声一样。来唱，唱，唱不出来了。来，韩庚帮帮忙哦。来听，来队长帮帮忙。我怎么办？这什么歌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什么歌？什么歌不重要，你要把它唱出来就好了。韩庚，来来，帮帮你的兄弟，哼出旋律。熊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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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哼出来的旋律了，听听听，韩庚哼。